明年的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也许我会再向各位观众见面一次。最好的戏你们猜猜是什么戏啊？对，马广开店，请各位观众等待，耐心等待，我绝对会向观众以马广不开店台上台下向各位见面。谢谢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谢谢谢谢。生于剧团，长于剧团的戴启霞，丰富的人生阅历，直视一部老社会里京剧艺人的流离辛酸史。戴启霞的母亲小凤鸣是一位青衣名角，因其至情至性，一直情走海外。世母至孝的戴启霞，十来岁就挑起家庭重担，从跑码头唱戏，到与荀慧生先生搭演，甚至参加电影《军中芳草》的演出。戴启霞将天性中的深情痴意全转化到艺术创作上去了。虽然是一个妇人了啊，女子了，但是很刚强的，好像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她都关心那个男装打扮呢、啊，都是和那个人家看都是很武气的，她是有一点那个男人气的气派。她的个性呢也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口直心快，有点话有点事情不管怎么样他都欢迎讲，是应该讲他就马上就讲，不会说哎呀考虑一下吧，不讲了这话和得罪人了是怎么样。就像普天下的妈妈一样，戴老师骂完了学生的书懒后，又赶着喂水呵护，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人前的表现永远是最好最强的。我母亲是演戏的，我母亲是演青衣的，我父亲不是，是外行，就是这样了。那么我本身不喜欢念书，喜欢唱戏，所以就是唱的戏了。那跟妈妈学戏会不会特别辛苦呢？没有，我跟刚开始学戏的时候，我妈妈根本没有教。我妈妈说我不是块材料，那么就请很多老师给我教。那么比方说我的敲工戏呢，我妈妈不会彩敲，我妈妈唱青衣的。这敲工戏呢是跟九盏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，盏一盏两盏，灯是这个灯的灯，九盏灯。敲工戏，你像那红梅阁呀，那么紫霞宫啊，新安驿啊，阴阳河呀，这些戏通通是跟我九盏灯老师教的，都是跟别的老师。那么我武生戏呀、啊、这个其他的戏呢就另外请。我七岁开始，我妈妈说你要唱戏呀、啊、请了很多老师，就是折磨你，你折磨到你受不了痛苦了，你就给念书了。哎，我觉得咬紧牙关，我年轻时候还翻大跟头，就现在他们现在什么有个什么跳高的那叫什么弹簧啊，我们小时候练没有的，我唱三本铁公鸡啊，翻墙沉呐、啊，就腾腾腾腾翻过去了。我小时候练那个，我年轻时候完全像男孩子，不像女孩子。后来大概到八岁到九岁，我娘一看我是块材料。这才开始教我脸神啊动作呀，我娘也死了心了，这不是念书的一块料，干脆让她唱戏吧，这才训练我。因迷戏而唱戏，戴启霞自认书念的不多，太文明深刻的戏学不好，加上天生嗓子又不好，好胜心强的她了解到必须在身段坐表上下功夫，才能叫观众舍不得不看他。家庭背景的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历练够，因而演起戏来也比较放得开。曾经有人说，全然投入戏中是戴启霞的最大特色，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刀马旦。金银财宝，金银不如也好。
老师，我们看剧本里面哦，看到一段很动人的历史故事啊，就是在你那个您母亲生病的那段时间的这段故事啊，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？在抗战的时候，那年我15岁，在我家乡，那一天中有4-5个警报，那时候我娘吐血肺痨，那么逃难。我是头发都剪得高高的，穿着男生的衣服，乡下的衣服，背着我娘，带着我这个妹妹，曹老师的太太是我妹妹，抱着她，我们三口逃难，啪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机关枪等我睁开来一看呐、啊，这边一个头，那边一个腿，那边一个膀子，就扎得5股分尸的，逃到一个乡下，我娘就吐血吐得不止，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我吃肠素。那时候我吃抱娘素，我就把我的阳寿借10年给我娘，我娘阳寿已经满了，我就在我的家乡庙里的求，我说我把我的阳寿借给我娘，因为我刚刚从新加坡回来，中国的事情根本一点都不懂，让我娘多活2年，带我再了解一下嘛，就借10年，就卢沟桥战争，我卢沟桥战争的前一年从新加坡回上海。完了之后呢，就念经念经，我就念经。我那时候9岁，我闭关嘛，大悲咒啊，什么金刚经呢，我都背出来了嘛，就睡觉睡着了，睡着了就做了一个梦，说有我娘吐血嘛，一天吐很多血，肺痨嘛，到了第3期了，要死的。说你床底下有药，吃了可以止血，嘣，我就坐起来了。因为我们乡下一个小网栏嘛。这是乱七八糟东西嘛，就睁开一看呢，上面就跟那个桑叶一样那么大的干干的一包，有一张白，真是神话呀，不是我自己遇到的，绝对不相信。止血，我马上拿到灶，从前是灶皮间了，乡下都是那个大炉子，2个大锅，一个当中有个小双水的，我就跑到那儿去拜拜那灶师菩萨，把那药摆下去，稻子浇了稻草，我这是神仙点化，叫我娘止了血。我永远吃肠素，我说药有药引，我就想到24孝，我们小时候唱戏都唱24孝，我就割有一块疤，在这边，那这个疤，两剪刀，挤下去一大碗血。完了之后不能止血，那血跟自来水一样真的飙出来啊，因为我唱3门铁公鸡啊，我们真刀真枪扎到了之后啊，就拿香灰啊，是止血的，包一包扎起来，把它拉下来给我娘吃。我把我娘吃，给我娘吃了之后，我娘睡得半夜3更睡得漂亮，咕咕咕，把药吃了之后，我很傻，我说我剪掉一块肉，把那个肉烧熟了再吃下去就能补上，小孩子很天真呐、啊。这个人肉烧掉会化的，叶子都在，那个肉没有了，没有了就算了嘛，就这样的。我娘从那开始就不出血了，止血，这是事实，不是假的。结果等到我娘死呢，还有一个阶段，她上楼不知道有没有血，结果吃了之后啊，我那吃肠素啊又逃难，净吃生豆腐拱浓了，赶上一天天气好啊，乡下大陆天气好都要晒太阳嘛，我们都穿着那个棉布的那小褂子，穿着棉袄，这都黑了。我娘精神好一点，说你这个小孩啊，这么大了都16、17岁了，都个衣裳这么脏都不晓得换，就这个叫拱龙了，粘住了啦，脱不下来了。我娘这一点嘛，嘣，把那个龙啊点破了，疼得我就哭了。我娘就说了，哎，姑娘大了不能说了，这么说就哭了，但我更伤心了，冤枉我了嘛。结果顺着这里就流冷血，我娘一看就不得了，就把我拉到往房间里去，一看呢，我娘想，因为我娘割过骨给我外婆吃，我娘了解了，赶快拿水给我泡上，之后弄点冰片粉给我包上，从那开始我娘的病呢是止住了，不吐血，
我这个地方呢永远是块鲜红的肉，故事在这里，要点就在这里，吃这个东西你要是给你吃了，你也晓得你吃了我的肉了，你的病不会好，我这个肉也永远不会结疤呀，不会结疤。一年以后了，我娘突然间发病了，就说礼拜六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为什么是新安邑，我现在一路第一出彩消息就录新安邑，也是纪念我娘，礼拜六在苏州大戏院嘛，他你去给我买七件衣服，老病死都很清楚嘛，买一个丝棉的棉花，等我断气了你把我套起来，这细菌不会出来传染给别人，我们住的大家都住在一起嘛，去吧，观众在等你唱戏，我现在不死了，我就去唱戏了。我这正办上戏，这个我这绑了一块布嘛，我娘是七月死的嘛，啪掉下来了，红肉变成白肉了，这里报信我娘断气。打斗的武功的都是他最好的，他是两条腿跟腰，那现在虽然他七十都过了啊，他照样搬起腿来，我们叫他朝天凳，腿踢他还可以踢到这个脚尖呢，踢到这个头这个地方来接近，就是这个都是右功啊，他的武功都是很好的，你比方说跌坡啊，在那个在桌子上跳下来抢背啊，啊，在地下的这个抢背了，或者五用脚柱了啊，摔岔了，滚岔了，他现在还是照样可以来，这是一种右功的，但是不是在又小练的功法，恐怕这么大年纪就没有办法来适应这些动作了。敲功啊，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练出来的，我现在踩这个敲是软敲，那么真正我年轻时候嘛是练的是硬敲，这个嘛叫撬筒，这名字叫撬筒，敲筒这个嘛是袋子，绑起来的袋子，那么这个软敲呢跟硬敲有什么分别呢，因为软敲嘛稍微抖一点，硬敲稍微立了一点，可是练的练法呢是一样的，练功的练法是一样的，脚底跟脚背都要直，脚脖子，这叫脚脖子也要直，这叫腿更要直，走什么东西就是没有腿不能好看，腿不直不好看，硬敲的里边呢不要这个裹脚条，这个软敲呢他为什么要裹脚条呢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脚啊绑得紧的，不能够像说我是这是我的肉脚，错了，要把这个脚麻木的不是他自己的脚，在台上走东西才会好看。
我们小的时候练眼神啊，练这个眼神啊，挨揍挨得很多。我练眼神，我娘自己练，还得拿只香跟着里边眼睛那边转过来，她拿香转过来，转过去，转过来，转过去，她多快就停就停了。我们练眼神，每天早上练眼神，总要练个半个多小时，就一方面站着练敲，转眼睛，转眼睛，转眼睛。我们在上海，我最红的时候，说起来，也许不相信，我一条这个腿去保险，眼睛去保险。因为我们有一出戏叫《小上坟》，叫《飞飞飞》，那个时候我这出戏贴出去准是满堂。那这出戏也连头带尾就30分钟，他踩着敲，跟小丑两个人的所有的花旦动作，噔儿那个啷，噔儿那个啷，当当个啷啷啷啷个啷，他这个连眼睛都在落啷啷啷啷啷啷啷。旦角戏的难在身段的诠释、分寸的拿捏和眉眼表情的掌握，过于不及均难登大雅之堂。好，呀，不量也学不来。戴启霞的坐表神情堪称一绝，代表作像《红梅阁》《春香闹学》《马寡妇开店》《阴阳河》以及《心安意》等等，无不拿捏得丝丝入扣。前人有言，孤意在眉，深情在睫，解意在烟视媚行，这可说是戴启霞的最佳写照。他开这个国际的补习班呢，完全是一种兴趣。你看，比方上午，比方在福音剧校上了课之后，他也没有别的嗜好。你说是看个电影，是要喝个酒，是赌个钱，这个嗜好都没有。你叫他，要是这一生做什么呢？但他还是在这个戏上、艺术方面来比较，并不是说要想多发展，就是说。能传流一点就传流一点，他呢对这个戏呀、啊，实实在在有兴趣。尤其这个训练班，您可知道，台湾可以讲就他这么一个国剧训练班，赔钱事情，收费做得很少。尤其是他每年呢，必定要训练班里要演出一场戏，每一次唱一次戏，总要赔一点钱。他这个呢，也是个，所以说他兴趣。那为什么赔钱你还做呢？这个兴趣，这个寄托的，啊，看看学生们演戏，很高兴。和这个戏比较，要更比较这个很要下功夫，最要紧的是敲功，他这个绑那个小脚，那木头绑小脚。那么这个戏呢，他最要紧的是这个他挑的担子，那个担子不是像普通我们国剧的两个木桶，不是，这要特制的，特制要重，要分量要重。他那个桶更有点像那个八卦灯一样的，都有穗子，因为跳起来它会颤摇这个，哎，颤摇这个颠的。它不但颠，它先扶着走，走着走着走着，还一方面还要唱，一方面要坐，啊，还要唱，它要走这个，我们叫它圆场，跑圆场不算，它要走八字形，这么样绕。但是走着走着，它这个手就不扶了，它就要这个肩膀呢，
就这么挑着那个两个水桶这么动动动。那这出戏的特别的东西就是这样，不但这样，他拿着水桶，他要蹲下去，我们叫踢脚嘛，还要打脚尖，这个又比那个红梅阁又难一点。红梅阁是空手嘛，这个呢要挑着担子，还要走那种所有的动作。这出戏可以讲在台湾还没有人演过啊、哦、甚至于大陆现在都没有人演了。我爱演戏，演得腿伤残疾，但换成娇戏则什么也打击不了我。这完全表现出戴绮霞对戏的痴迷与执着。为传统剧艺播种的戴绮霞，不仅足迹遍及新马美国，还穿梭往来于永和、竹林、国中等学校。他的原则是，只要是想学戏的，他都愿意教。太久不了了。那么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国剧，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还是希望不是给我自己做宣传。假使说爱好国剧的青年呢，不妨呢打个电话来问我都可以。戴老师，我这句啊，我懂。他这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可以电话里教你都可以。我不是自己做宣传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说，现在的年轻的真正的国剧职业演员，他也不一定会了解我们那么多。就说吃盐也比他们吃得多嘛，是不是、啊？走路也比他们过的桥多嘛？不是过桥比走路多，应该怎么说？哈哈哈，我是说话随便说的啊，就说我都愿意教，因为我们人生的路已经短了。